弟兄姐妹早。早。当我们带着安静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看，听见吗？让我们来看一看故事，让我们来看看大家。请放一下这个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歌词。请哥哥他山岭上矗立补救石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神爱子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石架是我最爱最宝，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我们再念第二段，这苦救十字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十字架为宝贵。神爱子主耶稣，舍弃天堂荣华，愿背负十字架往哥哥拿。好的，我为大家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感谢神。是因为啊，感谢神。今天是我们纪念主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默想，再一次的来默想主的爱。Thank you.
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主啊，你用你自己的生命的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主啊，我们算什么呢？你看我们不过啊，只是尘土，你就把我们从粪堆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这帮不堪不配的罪人。主啊，感谢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用你的爱成就了十字架的大恩大功。主啊，你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今天你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愿我们将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归向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平安。现在请大家各自检查一下手机是否关闭或者调成静音。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现在让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在诗篇第100篇1-2节，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下面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唱《真神之爱》。
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中，你拣选了我们，你要我们跟随你做得人的渔夫。你说能为你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一切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并且在来世必得永生。你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我们既然信从了你，就要认真的为你而活。主啊，求你也使用我们，你的能力是可以经历的，帮助我们不后悔、不退缩、不保留，定睛在你身上，忠心跟随你道。也求主按手在王牧师身上，使他所出口的都是从你而来，有着你属天的力量，能让我们不只听到，而且信道、行道。这样恳切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家请坐。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诵读《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公，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下一次起印文，我们愿起印的方式读诗篇二十三篇的一到六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
天是介绍新朋友。今天有陈小贝姐妹重新来到了我们中间，请陈小贝姐妹。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吗？请介绍一下。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哀求以利沙，啊，这个是圣经这样讲。但是呢，他的话呢就没有求的，可能他讲了好多啊，圣经没有全部都记下来。不过呢，圣经记载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呢是没有求什么，他只是表示他的不满。啊，那怎么说呢？你的仆人啊，我丈夫死了啊，他叫了你的仆人啊，那、啊、我然后是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啊，所以话说他敬畏耶和华是个很明显的事情，是你应该知道的，但是。现在呢有债主来了，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啊，有没有看到啊？这里呢其实呢是向以利沙表示不满啊，其实呢也不单向以利沙表示不满啊，也是向神来表示不满啊，是不是？他敬畏神啊，但是呢他现在有一大笔的债啊，他死了就留下好多的债务啊，要我来偿还，我没有办法，于是呢，债主呢就把我两个儿子要拿去做奴仆了，是不是啊？这个是这个门徒的妻子的一个困惑。他的表示不满是好合理的，在人看来是好合理的，很多人都认为我信神，我敬畏神，甚至他不但敬畏神呢，他还奉献做门徒要服侍神啊，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就是我信神，神就会给我幸福，给我顺利，给我富足，就算不是富足啊，也不应该欠债嘛。啊，这个是这个门徒的妻子的一个想法，他是一个困惑，因为他有一个假定，他有一个想法啊，信神应该得到神的保护啊，得到神的保守。所以没有这个结果了，他就不明白了，他就会表示不满了。这个是那个门徒的妻子的一个困惑，也是好多人的困惑。我们常常觉得，要是耶稣要到教会，要做基督徒，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人生，这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当我们只是用这个方向来去信仰的话呢，就等于呢，等于是什么呢？等于让我们这个人呢进到世界里面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人人都有COVID-19 啊，都有感染的，那我呢就没有感染啊，有这种的想法啊，我信了耶稣了就没有感染了。其实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想的那种情况，所以呢，圣经里面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假定圣殿、约柜一定是很荣耀的，它不应该是被掳的，但事实呢也是刚刚相反，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圣殿会被毁的，这个约柜会被掳去的，啊，这个是我们不应要在我们信仰上有一种假设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见呢？这个以利沙呢就没有回答他的疑惑啊，没有回答他为什么没有回答他的疑惑呢？因为他要把更好的东西，更好的祝福来给这个门徒的妻
所以你看看第二节，这个以利沙先知怎么回应这个门徒的妻子的疑惑了？他没有回答他，他没有给他答案，他只是问他一个问题：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我下面是我问的啊。我说的，伊丽莎没有给他答案，但也没有漠视他，就是机械的顺要，同时要把他的信心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说，这个妻子的疑惑啊，伊丽莎没有特别的照顾这个疑惑，也没有特别给他一个答案，但是不等于伊丽莎不管他的需要啊。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呢，不是用答案去喂养的啊。我们肚子饿了，我们用食物来喂养。我们的信仰呢，不是用答案不断的答案去喂养的。我们的信仰是用上帝的恩典，是用你的经历，是用你透过你的信心去喂养的啊。我好多年前呢，我曾经帮过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好可爱啊，他在夏令会里面，他没有信主啊，但是他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呢，他就问问题，哇，问了好多问题，问了一个。回答了之后又问第二个回答之后又问第三个，一直问下去，你知道了，问题了，没有尽头的，你总会有问题的啊。就算你问到没有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问题，你说我还没有想到，将来才问啊。当我们要疑惑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拦阻。所以呢，信仰不是用答案来喂养的啊，信仰是透过信心去经历的。这是以利沙先知给这个妻子门徒的妻子的一个造就，他要把他的信仰带到个新的高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也希望大家明白，在你的人生里面，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有好多你不明白的地方。我们的智慧根本有限，我们对人都不了解，我们怎么能够对神的工作了解呢？那个时候我们对太太都不了解啊，我们对我们丈夫都不了解啊，天天在一起生活都不了解啊。我们的智慧是有限，很多时候是误解的，很多时候还产生误会的。假如你的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人生里面，常常要用答案来喂养你自己的话呢，你一定饥饿的，你一定不满足的。所以呢，我们来学习，来看看以利沙先知如何把那个门徒的妻子带到一个信心的高度里面。好，我自己呢，这里就问了一个问题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啊。但是呢，那个先知好特别。这还没有得到那个妇人啊，那个门徒的妻子回答了，他就又问第二个问题了啊。但是其实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你家里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为什么不是很简简单单？问前面就够了吗？你想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就人家就回答你，你就照办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里呢，先知又问都问了一个问题：你家里有什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这个家里有什么的意思呢？就是神啊，先知啊，会透过你有的东西来帮你的，常常都是这样。你有信心，你有多少的信心，神是透过你的信心来帮助你的。你的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啊，在心里面，然后神就会透过你心里面的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你的。你有什么好重要啊？我有一节圣经呢，是常常帮我的啊。神是透过那节圣经呢，帮我走过好多的路了。那个是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那你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这个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就背的一节圣经。当我每次都觉得好害怕的时候，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把握的时候，我就想起这节圣经，神就借着我所懂的、所扛在我心里面的圣经，来帮我走过好多好多困难的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那意思就是说，在活人之地，就是说在今天，在我活生活的时候，神有他的恩惠，所以我不丧胆，我不害怕。所以呢，这件圣经就让加添我的信心，我就一格一格的走过好多的困难。尤其是脚伸啊，这个初期的时候啊，其实不是初期了，讲断四十年了都是这样的，常常都不够钱。你知道不够钱好麻烦的，不够钱呢，那 connection 要拿钱呢，你不给他钱呢，他会 cut 掉你的电的，是不是啊？ cut 掉你的 gas 的，没有钱呢，你没有钱给租金呢，人家会赶你走的。你没有钱呢，供摩给出呢，人家会把你的房子收回来的。好多麻烦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脚顺是靠信心来生活的，靠弟兄姐妹的支持的，所以好不稳。但是每次不稳定，每次有缺乏的时候，我就想起这节圣经，神就借着我有的这段圣经呢来帮助我，让我经过。所以呢，这个先知就问那个门徒的妻子，你家里有什么啊？其实呢，我们也应该想想，我在我信仰的事情上，我的心里面有多少的圣经呢？有多少圣经的话语呢？在我的经历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的经验呢？我知道的有多少呢？这个好重要啊！好了，然后呢，就进到第二段。第二段呢，这个应该是第三、第四节啊，我没有写出来啊，这个。先知的以利沙呢，就对那个妇人说：“你去向你的荣氏借空器皿啊，请大家注意，借空器皿，就特别强调一个字叫空啊。然后呢，不可小借啊，要注意这个地方，要不可小借。”其实呢，这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你向人借东西，通常是借够就好了，你怎么不可小借呢？你不是说你借人家就一定借给你吧？啊，要合理嘛？啊，但是呢，这里说不可小借，然后呢，回到家里关上门啊，为什么要关上门呢？啊，等一下呢，向大家来解释，你和你儿子在里面要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装满了就放在一边啊。
这个是先知对门徒的妻子的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呢，就是要把那个女人呢、那个门徒的妻子的信心呢，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提到有，刚才我都讲过了，有三个地方第一呢，就是借空气美很明显呢，这个空字呢是好重要的它不是说借气美，乃是借空气美。那为什么这个先知特别提醒那个妇人呢要借空气美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那个先知知道这个妇人呢人家对他很好的他的门徒这个先知的门徒呢可能在世界上做了好多好事因为他做了好多好事呢所以他常常都没有钱啊因为有钱都给了人嘛所以呢大概是这个原因呢当那个妇人去借器皿的时候那些人关心他爱他所以呢很容易啊就不单单给他一个器皿还把一些粮食把一些东西把一些礼物是不是放进去了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情况的你知道好多的很有心的教会里面很多很有心的姐妹们都会这样的对牧师呢很尊重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一些东西就送给牧师因为他尊重这个门徒的妻子所以呢他不可以给他空的还是加些东西上去但是呢以利沙说不要不要这些我要的是空气美所以有人给你放东西呢你把东西还给他然后呢就拿个空气美回来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为什么以利沙要这样做呢以利沙这样做的原因是让他这个妇人单单的仰望上帝专心的仰望上帝让神的工作更加明显假如不是的话呢有时候你得到上帝的恩典呢你都不知道这个是人的恩典呢还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呢 要祈祷求神帮助另外方面呢要去求人求那个人求那个人求那个人到时候呢当问题解决了你都分不清楚究竟是人帮助你还是神帮助你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呢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清楚的甚至于是人生的绝境里面然后你就分得清楚哎呀我完全没有希望我什么都没有我到绝境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我刚刚四十年前呢讲为四十年前的事了小生布道团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开会董事会第一个聚会然后呢第一个议案你知道是什么吗原来呢我的董事呢都是好熟龄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刚刚开始一个工作刚刚开始工作就筹款的话呢大家也不了解你是谁你怎么要筹款呢不如这样我们用工作来介绍自己好好的工作你有好的工作人家看见自动会支持你这个是好合理我的董事还加上一句令我蛮感动的他说我们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吧不过呢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要靠这份薪水来生活的
所以呢，是不过呢，他的讲法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就要人支持你，怎么可以呢？结果呢，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议案。所以缴税要7年的时间呢，是不筹款的，啊，是单单仰望上帝的供应，啊，我们就好像呢，这个空的器皿，什么都没有，所有加上去的，因为你没有筹款，所有加上去的都是人受感动、爱心的奉献，是上帝感动他，所以就好清楚了。这个的空器皿的经历啦，就帮助我走过好多信心的路了。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已经供应了啊！师母在这里，当时呢，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了，师母常常都讲一句话：“哎呀，不用怕啦，最艰难的日子都经过了。”哎呀，原来最艰难的日子都经过，好重要的，是不是啊？当最艰难的日子都经过了，你最空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都经过了，哎呀，现在比以前好好多了，所以呢不用怕啊。所以呢，这个空气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单单的仰望神。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情况，绝境了，这个先知门徒的太太呢，其实真是到了绝境了，欠人家的债，而债主上门来追债，追不到就要把两个儿子拉去做奴仆了，你说是不是绝境呢？啊，他真的到了绝境了。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他的信心就被建立了啊，所以呢啊，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功课啊，借空器皿，就是先知要那个妻子啊，门徒的妻子啊，学到一个功课啊。好，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更难了啊，这个不可小觑啊。为什么是难呢？因为不合理啊，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好。你没有器皿吗？你向我借，好，我借给你，因为你没有，是不是？好了，当你有两个了，你再借的时候，人家就会开始怀疑你啦，是不是？你有啦，为什么还借啦？是不是啊？我常常都有这个经验了，因为神把角色放在一个要靠别人来支持才可以继续事工的啊，那跟教会不同，教会有受奉献，每个主日有受奉献，但是呢，角色没有聚会的，没有崇拜聚会的，没有机会受奉献的，所以呢就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好了，我们需要人来支持，所以要去筹款。好，你没有钱的时候，人家奉献支持你是合理的。当你有好多钱的时候，你再要向人筹款呢，就不合理了啊。缴税不是好多钱，不是缴税，不过呢，缴税外面好多钱，是不是？有一个同工呢，我常常都记得这句话。哎呀，老牧师，你筹款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好像一个人呢，带着钻石戒指啊去筹款，人怎么会帮你呢？小生又有那么多的产业，那么多的地方啊，那已经够了，已经在工作发展得好大了，发展得很好了，你怎么呢去筹款呢？啊，对我来说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不合理。很多不明白，很多的基督徒他没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没有一个福音的负担的时候，他很容易会想，哎，老牧师没有钱就不要做了，量力而为了，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的，量力而为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啊，
圣经有好多处的地方都是这样吩咐的，就好像这里先知吩咐门徒的七样不可小觑。你记得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讲什么吗？要扩张你降落之地，是不是啊？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要张大，要扩张，移动，不可限制啊！就说向前去，向前去，不可限制啊！这个是圣经的吩咐。假如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啊，今天我们讲第四章。假如你看 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了，你还会看到另外一节圣经。另外一节圣经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也是以利沙说的，你去到处去挖坑啊，挖坑啊啊，虽然呢没有看见风，虽然你没有看见雨，但是要挖坑，这个合理吗？哇，到处挖坑做什么？挖明明一块很好的土地，你那里挖一个坑，那里又挖一个坑，这做什么呢？人家不明白的啊。但是呢，圣经说，当人挖坑之后，那大雨就来了。先挖坑，然后有雨，常常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去年买了这个生命庄园八十亩，好大，现在过了一年我才知道真的不容易啊啊！幸亏上帝的供应啊，在人事上，在钱财上的供应啊，有一对夫妇来帮助我们，有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否则真的不容易啊！哇，好危险啊。当你看见每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都没有水的，其实那个每一个坑啊都会见证你的愚昧，也是这样，都会见证你的迷信啊。你把一块那么大好的地，他说满处挖坑，就把一块好好的地呢就满处都是洞啊，有水叫坑，没有水叫洞，是不是啊？哎，但是呢，神明明是这样吩咐的，而且圣经呢，大家一定晓得的啊，是在诗篇八十一篇，那里讲什么？你要大大张口，神要把将你充满，是不是啊？记得吗？这个也是一个真的不容易做的事情啊。假如你张口，神没有将你充满，那个结果怎么样啊？你的口是好大了，你有没有听到？哦，我那个口好大了啊，没有充满的，你在做什么？发神经啊，神经病啊！你的信心太大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圣经的吩咐是这样，不可小觑，不合理。但是呢，你发觉这个妇人呢，竟然借到好多。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圣经没有说有多少，但圣经说这个把油倒在器皿上呢，那个寡妇那个门徒的妻可以拿去卖，然后还清所有的债务，还可以靠着度日。你知道多少吗？一定好多了，是不是？有两个原因，那个寡妇借到器皿。第二原因就是神他不会叫我们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啊，是不是啊？他不会的，人他明明知道你做不到却叫你做，那就不好了啊。神不会这样的，神吩咐的话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给你充满，这是一个原因啊。这是我四十年的经验，不可小觑啊。结果呢，脚身好丰富，
好多工作的机会，好多上帝的恩典，是不是？这是一个见证。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好宝贵的一个功课，先知门徒敬畏神，外面好像没有留给他的妻儿什么，但其实留下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遗产那个遗产呢，是因为他得到人世的信任，好难得的啊！你去借人家借给你，是因为他信任你这是先知门徒留给他的妻儿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不晓得我们做家长的，你最想留给你的后代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一想就想到，我要给他遗产，我要给他100万，给他200万，给他留下一个基金，让他吃不完，连我的儿子吃不完，我的孙子吃不完，我的曾孙都吃不完。其实很多人都想的想法，其实呢，好多时候你会发觉，你不是爱你的后代，你是你得拿掉了他奋斗的机会。人生的刚强，人生的扎实知识，是在困难中产生出来的，是在风雨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给他多好多他就会好，不一定的。这是最不聪明的，我不敢说是愚昧啊，我只能够说最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好的一点呢，有人说我没有太多钱留给我的后代，但是我一定给他们有好的机会去求学，学问是拿不去的，学问是好宝贵的，是不是？所以就算好辛苦，也会给他读好的书，给他好的前途，这是又好又聪明一点了，是不是？另外呢，又好聪明一点呢，就是好像这个门徒一样，我没有什么留给下一代，但我留下一个名誉，一个好的一种名誉，人家想起这个妻子的丈夫就会觉得好，能够想起这两个儿子的爸爸就会觉得好。当他们有难处要去求人的时候，人很愿意帮助他们，因为他的爸爸、他的丈夫有好的名声这个是个很好的遗产，让孩子觉得因为你而觉得骄傲的这个是好重要的当然更好的最大的职位是你把你的信仰、永生的盼望、救恩的喜乐、无所不在的赐平安的神带给你的子孙，让他去天涯海角都有上帝的保守与所赐的平安，这是他一生的福乐这是最聪明的。所以呢，这个不可小觑呢，就让我们学到这些功课上帝是有恩典的你借多少你有多大的信心，上帝会供应你这个是非常宝贵不可小觑。还有呢第五节关上门这也是一个提升信心的一个功课。刚才我所想的每一点，借空气美、不可小觑，都是提升我们的信心的，喂养我们的信仰，不是用答案，乃是用这种信心的提升。好，第三，关上门。为什么要关上门呢？
那么秘密吗？有那么需要关上门吗？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让大家都来看呢？为什么要关上门呢？我下面是这样写啊，相信是因为不想外界搞扰，在信仰的领域中，没有信心的人确实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关上门呢的意思，就不要被世界上那些负面的影响、人的批评、是是非非、不够信心，好多的批评来影响你，信仰是个关上门的与神交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耶稣常常都有这个经验，他去山上独自去山上祷告，是不是？他独自去海边祷告，他常常都把自己关在一个密室里面。假如你没有密室的那种的生活，就没有一种外面的美好的生活，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有没有一个密室的生活呢？你每天抽多少时间安静，单单的安静在神面前呢？这个好重要啊！因为你不受世界的影响啊，不要被你的负面的思想所影响，关上门啊！这个是先知提升门徒的期的一个提醒啊，关上门。我自己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了，一定有一个清晨牧养啊，跟弟兄姐妹呢，好好的关上门好好来读圣经，好好来祷告好好来默想这个好重要的。好，然后第六节呢，就讲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关上门呢，在导游好奇妙啊。所以那个油呢只有一点点，但是呢倒了好像一直都有的，倒完这个器皿满了，又倒第二个，第二个又满了，第三个又满了，哇，这个好特别这就是神迹好像分饼耶稣分门徒分饼又分，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这个是一个信仰的经历以利沙要门徒的妻子去经验的到一个地步，他就问那个他的儿子再拿器皿来，那个儿子就说没有了，没有器皿了然后呢圣经就说没有器皿，有就止住了。换句话说，你借多少，你有信心去借多少，你能够借多少你就有多少的油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器皿多少与得到多少的油是有关系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神的家中也是多的器皿就多的油的供应，不单为神的家的需要寻找更多的器皿这个是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一个想法在神的家里真的没有器皿你知道吗假如工作好难的这有新工作的人呢他是好忙碌因为没有别人要做他愿意做了就好多东西都给他做了因为没有器皿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我要不要去借器皿呢这个是不是教会的观念教会的观念呢通常是怎么样呢通常是呼召站在讲台上呼召你甘心乐意奉献神就用你是没有借的观念所以我坐在那里思想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我可以向弟兄姐妹发出一个借
器皿的一个邀请吗？我举个例子啊，Jack 啊，你可以借我5年啊，好好用5年的时间去在神的家里面专心侍奉吗？借5年就好了，5年就还给你，有没有这件事了？我真的很想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当 Jack 他愿意，好，我就愿意回应神，我愿意把未来的5年借给你教会，专心的服侍教会。你发觉的这个器皿啊，装满了油啊，这个是非常蒙福的事情，他一定会再借下去的。我不晓得对不对了。假如我走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边，好不好？你借1年啊，借20年啊，10年啊，你愿不愿借呢？我不晓得你们愿不愿意啊。不过这个不是教会的观念，教会是你要甘心乐意，是不是啊？甘心乐意，但其实呢，你借也可以甘心乐意。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用这个观念来帮助弟兄姐妹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不要叫弟兄姐妹一个脚踏得好远，那么大步分开一步步来走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现在那个宣教师学院呢有2年制，你奉献2年读神学。读宣教士学院试试看，然后去宣教，你觉得什么时候你说我不借了收回来可以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收回来，因为奉献给上帝是最大的一个奉献。不过好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奉献，所以你给他一个比较容易走的一步，你借给耶和华吧，这个是合圣经的，知道吗？这是合圣经的，圣经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你可以借给上帝的，上帝会加倍的还给你的。回去找找啊，这圣经在哪里。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有这个观念，把你所有的借给上帝，让看看上帝如何的来祝福你的生命。这个是我希望呢，大家明白，没有器皿，油就止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多几个器皿，让恩典的膏油更多。这个是我今天呢，希望给大家来思想那个高度啊，你去这个妇人呐，她遇到人生的绝境她就去找以利沙，她去到对的地方了，是不是？你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对的地方你不要去不对的地方。以利沙有能力帮她，她去对了，然后门徒的妻子因而经历丰富的恩典。有3种：欠债的清还，信心被造就，儿子也蒙福。你知道吗？那个儿子啊，虽然是被动的在帮助妈妈导游，但是呢，他亲眼看见本来没有的一点点油，却一直在抖倒，一直在倒，一直在买，一直在买。你看这个孩子的信仰是不是被建立这个是很大的蒙福的事情他找对了人，他做了对事那个先知没有用答案来喂养他，乃是用信心去喂养他。我们的灵性呢，也是需要这样的我要不要把时间交还给主席，然后才盛开，还是怎么样？
以了哈 ，OK， 好。听了讲道而且呢是回应神的讲道，神的道这个是不可小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在我们信仰上呢确实应该有一个追求，有一个不满意不满足的一个追求在我们人生里面呢，在信仰里面呢，确实是有好多好东西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知道所以呢，我其中一个呢，就是把自己借给耶和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提醒确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柄这个权利让自己借给上帝，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因为借出来的器皿是岛上好多的高度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我们的经历。我曾经把我一生的奉献，那个空的器皿，但是呢，它在我生命中能够放下好多的祝福。所以呢，我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当你拿起这个杯跟饼的时候，你有这个想法，主耶稣他把他的生命擘开，好像这个饼这个完整的饼为我们来擘开。这个擘开呢圣经说就分给门徒分给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分出去。你就发觉了，这个分呢是越分越多的，这个生命的分呢是一种蒙福的分。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信仰上呢都经历这样的恩典。当你自己把你的人生来奉献让神来分的时候，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圣经说，当我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为我们分然后成为许多人的帮助。圣经是圣餐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可以领受的一个礼物假如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但是呢，你不需要领受这个杯跟杯但是你可以在我们当中好好的默想。但是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希望你拿着这个杯跟杯的时候来思想，我未来的日子我是否愿意把我一生来，我不用奉献，我用借给上帝，我这个器皿让上帝可以使用让神的家里面有器皿可以服用。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领受杯跟杯的时候默默的祷告在奉献的所有器皿里面呢，没有分什么器皿，最重要是一个空的器皿空的器皿。那个就门徒的妻去叩每一家的门的时候，他是没有要求，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空的妻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
好，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先祷告，我们先祷告，然后领受这个饼。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站立在圣坛台前，主啊，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这个饼跟杯。神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就要让我们看见，当你把你的身体擘开的时候，就成为古往今来天下所有愿意接受的人的祝福。就要也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蒙福不是当我们收据的时候，乃是当我们被擘开奉献自己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不单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学到智慧的人生，怎么样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神啊，提醒我们的灵性好像以利沙提升门徒妻子的灵性一样，帮助我们经过圣餐，经过我们真诚的奉献，叫我们的灵性可以更被提升。就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饭后，主耶稣也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的事你们给我们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当弟兄姐妹拿起这个杯的时候，记得也是立约的血。立约的意思就是不会改变的，确实。神不需要跟我们立约，但是他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确信这个救恩的实在，他用血来帮我们立约。请我们同站立，我们先祷告，然后做这个。我们亲爱的父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当我们在领受这个杯之前，我们愿意真的真诚的向你立志，
回应你自己的呼召。主啊，你为我们舍了生命，主啊，我们有多少是为了先去的。主啊，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今天的立志，愿你自己悦纳，也愿你按着你宝贵的应许，将你生命的膏油来赐福给他们，赐福给所有的奉献。就要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神职在这个奉献的上面。就要愿你自己随听我们的祷告，也纪念我们的教会，就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这个社区里面的明光，能够照亮许多的人，把更多的人带到救恩里面。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同领受。好不好？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十字架，十字架。我们只唱副歌。唱两次，只唱副歌，一二三，十字架，十字架，用心我一荣耀，我中的一生
为我们罗，为我们耶稣啊，为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今天合一同心，我们在圣公所有，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之后，耶稣基督在圣的名求，阿门。欢迎留下来参加第二堂。